醒了，心奇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。为什么呀？不是说好了，我跟全全送你吗？ 怕你们来送我，我就不舍得走了。你呀，你要是舍不得的话，你早点回来就行了呀。知道了，我说过的话什么时候不算话？心奇，我很爱你。 我也爱你，和全全好好的等我回来，好吗？嗯，放心吧，我们会等你的，一路平安。